环保减废与时并进，全港回收网络更大，回收种类更多元化。除了蓝废纸、黄铝罐、非胶樽，可以回收的还有小型电器、四电一脑、节能灯泡、灯管、充电池和玻璃制品。记得把东西清洁干净，才送去参加绿在区区计划的社区回收中心。减废回收就这么容易，大家都少扔点，多省点。回收可不止于三种颜色。